前，我唯一和台球的交集就是每天去学校附近的台球厅看看那个喜欢打球的男生。也常会遇到我不喜欢的人。真希望这几个消磨时光的高年级同学明天就能高考理想。我叫林纯，今年高二，普通平凡，这就是我的故事。哇，你这个好素啊，你在减肥呀？对啊，我们家爱豆最近都瘦了，我怎么能比他胖？胖？你明明很瘦的好吧，而且皮肤又好。对了，我最近有款米维维我超好用的。真的吗？在哪里啊？给你们看一下。哦，这是美白的。嗯，它一去油还是去白，特别适合我们这样。快毕业了，以后上哪儿混去啊？台球厅啊。家长会重要精神说，要尊重个性，挖掘潜力。就这破衣服，严重影响了本宫的身材。哎呦，最近胸越来越大了呀，都快兜不住了。去你的！看什么呢？你瞎呀！哎，别急着走啊！最近常在台球厅门口见到你啊。什么味儿啊？他就是卤煮店的杂碎妞啊。不是够冲的，跟他妈一样。下次再让我闻见你身上这股味儿，弄死你！走。卤煮，天天都是卤煮，臭死了！臭，
箱子呀？啊，有的吃就不错了。咱欠的债你还啊？哎，马姐，哎，青春期都这样，饿不死你。常来啊，慢走啊，哥，常来啊，常来。小矬子，啊！哎呀，你怎么不甩干了再晾啊？啊！哎，我发现你最近开始爱美了哈，那个尺寸还合适吗？要不我带你去买几件新的？这脸蛋跟身材呀，那可都是女人的本钱。肤浅。什么？你能不能说点别的呀？哟，这脸皮可够薄的呀！啊，这可跟我不一样哈。我当然跟你不一样。你成天就知道穿着低胸装、抽烟喝酒、讨好那些男人。学校开家长会，我都不好意思叫你，因为你站在别人家长面前。根本就是丢人，丢人！你这是跟妈说话的态度吗？我妈早出国了。是啊，你三岁的时候，你妈就去国外逍遥自在了。你是不像我，你随她。全都是白眼狼。几何课的催眠效果不错啊。这题换个马甲，你们就都不认识了。就这么点知识都全还给我了，以后出门人家肯定说几何是体育老师教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事实上，几何无处不在。要记住，几何是你们身边隐形的爱。我现在就要钱。哎，不是有一家房地产公司要盘你这家店吗？你赶紧把这个破卤煮店给卖了还钱。卖店？你想的挺美啊。我是看你们孤儿寡母的不容易，我给你指条明路。花姐，你如果再不还钱的话，我可找人了哈，到时候你吃不了兜着走。你觉得我会怕吗？你去街坊邻里打听打听，我花姐从小到大怕过谁？是啊，在这个街上，谁不知道你是个母老虎啊？给我再说一遍试试。都给我滚！你等着哈，有人会治你的。走走走走啊走啊，等着哈。来帮忙，也一个靠得住的。Thank you.
老板。烤全羊，五分钟，现在开始。球还没打呢，计时了。喂，谁啊？宝贝儿啊，喂喂，靠！哎，那打一半人怎么不见了？没电了，老板，我换钱。哎，等会儿，哎，不是让你等会儿，哎，天哥，就剩三分钟了，你再不打，算我赢得了。打你妹啊，打！哎哎，不是你妹，不是你妹，你等一会儿，等我一会儿啊。哎，姑娘，去，帮我杵一块去。嗯，等我。哎呀呀呀，去，你赶紧去，杵五斤都没关系，随便打，打完就回来，你换钱。去。天哥，你几个意思呀？哎，姑娘，会打球吗？不会拿杆吧？捅一杆试试。三角顶台球俱乐部加盟店现推出1对1私教优惠活动，欢迎进店咨询。本店为三角顶台球俱乐部加盟店现推出1对1私教优惠活动，欢迎进店咨询。
刚才看到你打台球了。你打的真的挺棒的，不但能看见每个球的走向，还能把球打到你想要的位置。行啊，姑娘，看得不错呀。说吧，你想干嘛？你能不能教教我呀？我就是开超市的，我教不了太久，你赶紧回去写作业去吧啊！可是，去。教我打台球的提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有完没完啊？你是要给我当保洁吗？我告诉你啊，干了也白干，苦肉计对我没有用的。又去哪鬼混了？还知道回来你？你看看那碗，都堆成山了。哎，你看，老板，您点的露珠火烧，哎，谢谢。我这一看门口穿白衬衫的呀，我就知道是您来了。我们家卤煮好吃吧？味道还不错。哎，你得常来，我们这儿老顾客呀是有折扣的。行啊，哎，我这正好缺一打杂的。哎呀，老天爷照顾我，给我找一个免费的长工。凌纯，答得不错。不过我没叫你上来答题，我只是让你不要走神儿。没准了，赶紧的，进去。老板在不在？林纯，你干嘛呢？赶紧的，什么东西？谁炸？我炸你！陈天果然是业余界的台球高手，他年少时
陈天被诊断出单手肌无力，再无法打台球了，从此销声匿迹。现在的他只能靠开超市打发时间，真可惜。他曾经打得那么好，也想成为职业台球选手。今天五个微信买烟，一个现金支付可乐，一共207.3元，我给你记好了。这个很难吗？难吗？来来来，你试试。知道，就是凭感觉，我天生对这些东西敏感。这样做几何题，我不用推算，看一下图形就能知道角度数值。我走了，拜拜。哎，等会儿，你看那桌球吗？嗯。你二号能打进吗？能打中，但入不了袋。但母球应该也会入袋。哪个袋？中袋。我走了，拜拜。哎，你就那么想打台球吗？嗯，因为我想变得跟潘晓婷一样好。九球天后。对，这是我的梦想。你知道吗？你刚才的判断有问题，明天下午早点来，我跟你好好讲讲。你答应教我了？你答应教我不许反悔啊！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看你造化了。半途而废的人啊，多的是。这是你住的地方啊？对啊。这些箱子是什么呀？以前做生意，没那天赋，折了。是你不打球之后吗？你是来听我的辛酸史的吗？体力好，才会有好的专注力。
一场球下来几个小时，身体每一个关节都在配合小臂发力。初学者打球的专注力和体能起重要作用。战术和技巧我可以教你，但是靠身体控制的发力，只能靠你自己，你帮不了我。坚持就是胜利，我出去凉快凉快。风扇我关了，省点电。嘿，我怎么觉得你在整我呀？嘿，哎，我这样练还需要多久啊？什么时候你不想练了就别练了。几个小时保持精神高度紧张和集中，几秒钟的松懈你就会被淘汰。这部电影我只放一遍，你得从这120分钟的字幕里给我找出有多少个的。你除了毛片和惊悚片就没有其他选择了吗？有，还不如看惊悚片呢。良好的姿态是成功的第一步。每天2个小时固定姿态，会让你产生肌肉记忆，你下意识感觉最正确的姿势。在每个击球点，你用的手法不同，效果也不同。用不同的弧度，配合不同的力量，击打母球的不同位置，产生的球。今天学什么呀？今儿考试，你是没见过打得好的，那才叫大神呢。擦杆那个叫三儿，现在应该算是西城打得最好的一个吧。三儿，天儿哥，大神来了。天哥，好久不见。哎。我带个学生，指点指点，回头请你喝酒。你在这儿，我能说指点吗？切磋啊！来，接着。
你来这个。我来这个。别紧张，随便玩玩。妹妹，你给我开玩笑呢？球都开不开还跟我打？回去再练两年吧啊！成了成了，都起风了。好了，散了散了散了，开工开工了，来走了，走。你要上哪儿去？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贺道才嘲笑你吗？其实他们就是想给你制造压力，你必须得学会无视他们，永远不要忘记第一次进球的感觉。来呀，接着打，还打呀？你以为你画个笑脸就能赢我呀？成，给天哥个面子，再给你次机会。好好打啊！这球可是没法打了，你要再能进，我真服了你。用不同的弧度，配合不同的力量，击打母球的不同位置，产生的球路是无限的。我靠！这也太寸了吧！不是寸，计算。Jiang, which is one of the members of this Ultra Rich Club, and also CEO of Eco Real Estate Group, which is the biggest real estate company in Southeast China. Hi, Mrs. Jiang. Hi. I hope
heard you were just back from Burundi and set up a welfare institution to accept the refugees' children, right? Yeah, I love children.下一次啊，哎，好的好的，再见。你要我照片干嘛呀？填报名表用啊。报什么名？全国九球联赛。我，联赛？可我只练了半年啊。潘晓婷第一次拿冠军的时候也只打了半年球。可是他……哎，你呢很有天分。 只需要时间，你不是总说想向潘晓婷一样好吗？我告诉你啊，这次你有机会挑战她。潘晓婷，她也要参加吗？对啊，她是全国冠军，你只要进了全国四强就能挑战她。当然了，咱们得一步一步来，先从最基础的资格赛开始打。资格赛的第一位选手是美发店的老板，也是我的老球友。 打赢了他，今后正式比赛的化妆造型就不用愁了。资格赛的第二位选手。 你得速战速决，还有客人等着吃饭呢。资格赛的第三位选手是酒吧的潮女，早就听过你的名声，赢了她，下回咱们来这儿喝酒就不要钱了。资格赛3战全胜。 多希望他也能分享这份小确幸。我知道，这一天很快会来的。啊！你什么意思？ 好好学习你身上这股臭味儿。资格赛最后一场选手，不好对付。 此人善于防守，你要冷静。
力量够的话，母球就出界了。母球出界你就输了，你前面不就白打了吗？防一个，防一个再找机会。我想立刻结束比赛。今天差点输了，运气好而已。你太急躁了，关键时刻怎么能赌呢？可我赢了比赛啊！谁都想，但是你更像是在发泄。我发泄什么了？发泄你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不满。没错，你打球的时候是想换了一个人，但是离开球场你就是个窝囊废。是，我窝囊。你更窝囊，你把自己搞砸就永远翻不了身，你只能守着你小破店看 A 片。你自己不也是一团糟？没错，现在我的手废了。年轻时的大量喝酒让我右手肌肉无力，整天抖个不停。后来竟然需要喝酒手才能不抖，别人都以为我堕落了。我多希望能早点回到赛场。以前不喝酒就懂，现在喝不喝都懂。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要不是真的喜欢打球，你能坚持到现在吗？对不起。资格赛都结束了，明天就是正式的排位赛。放学后早点来，帮你准备一下，好好打。你好，没有教练证不能进。不是，我是他教练，他能证明的。哎，兄弟，通融通融，好吧。今年台球协会规定，教练也必须登记办证。我，哎，我就问你，我要不是教练，我拿球杆干嘛？您可以在门口办公室补办一下。林春，哎，冷静点，好好打。
这都熬了一宿了，怎么着？去分局啊？我说你们几个讨债的，去了分局，有你们喝一壶了？哎，警察同志，我们可不是讨债公司，我们做金融侦探法务的，这可是合法的。他可得赔钱，你瞧把我们这几个员工打的，一群怂包。哎，警察同志，你看这个女人多嚣张啊！像她这样人，就应该把她赶紧抓起来，多判个两年她就老实了。警察局，你们在开的呀？把钱花对了，才叫本事。一桶半，花同样的钱，量大多半桶，好开心。一桶半，量大多半桶，选对了好开心。开心的。还债又赔医药费，老娘这个月卤煮白卖了。大晚上你去哪鬼混了？啊，这么不拿这儿当自己家是吧？想什么时候回就什么时候回。我去打台球比赛了。台球比赛？你爸当年就是因为打台球把命都。哎呀，走，受累都走什么孽啊，碰到你们两个讨债鬼。翅膀硬了是吧你。李春，有种你就别回来。我不是跟他商量过不让你来找我吗？是不是经济上有什么困难啊？这张卡你拿着，够你花的了啊。我之前也给过你们钱，是他硬不要的。你为什么不要我们了？你怕赌球赌得倾家荡产的，我在他的身上真的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了。我离开你们也是万不得已的，我如果不走的话，咱们都得遭殃啊。再说，也是他让我离开的。这个卡你先拿着啊！我能有今天也是来之不易的，我不能认你啊！我也有自己的苦衷啊！哎，我要是有机会的话，我一定去看你好不好？啊，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妈咪，哎，哎，刚才跟谁说话了？啊，不认识啊。Thank you.
哎，找你一天了，你知不知道？你被淘汰了。知道啊。哎，你跑慢点儿。你怎么了，凌春？我以后不想打球了。啊？为什么？我以为打台球可以改变我的生活，可现在看来什么都改变不了。你已经改变很多了。哎，凌春，凌春，哎呀，这可是高度酒，你头回来就这么喝，没事吧？天仔，咱切盘去。我不想打球了。看不起我？你教我打去吧。我真的不想打台球了。你看我打，行吧？哟，我们杂碎牛也出来玩了呀？就这德行，还得打球啊？哪来的傻叉那么多事儿？再说一遍，哪儿来的傻叉这么多事儿？有本事过过招，你们仨加一块儿都打不过的。就他，大家去试试呗。输一次脱一件衣服怎么样？敢不敢？你说的，我说的。衣服。虽然再没还手的机会，但我被自己下意识的反击震惊了。勇气像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我不再害怕，也再没有了报复的欲望。因为我才是真正的赢家。
那这回啊，我洗了三遍，再有味儿，你可别怪我了啊。花姐吧。啊，有事儿。我找林川。来，边吃边说。你知道林川打桌球的事儿吧？嗯。本来呢是可以打全国联赛的，后来他自己弃权了。感情这半年多，就是你在教他呀？林川他打的真的特别好，他是我见过最好的苗子。他是个学生，上学才是正道，台球不是我们能玩得起的。他真的是很有天分啊，而且他很喜欢这个运动，他要现在放弃了，以后一定会后悔，这样既对不起他一生的天赋，也对不起他爸妈。少提他爸，他爸是打台球才死的。大过年的车坏了，啊，无所谓了。债主良心发现啊，免了所有利息，终于还完了，好日子来了。别拉个脸了，啊，走，咱们去庆祝一下，哈。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饺子来了。此刻我们飞扬，饺子不够啊，还有啊，等会儿跟我们一起来看春晚啊，看春晚，看春晚去了。神采大地，百花艳，哎，咱俩一起喝个团圆酒啊，啊。要不，咱们玩个真心话大冒险。你来啊，嗯，来，嗯，你最近谈恋爱了吧？
你是不是一直忘不了我爸，所以才不找男朋友的呀？要是没有我，你是不是更逍遥啊？傻了吧，摩托变小车了。我答应过你爸，要把你抚养长大。是，你是把我养大了。可是，跟你养的那些狗和猫有什么区别？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你知道我的快乐，我的难过，还有我的梦想吗？你知道吗？啊，我被人欺负了，我怕你骂我没用，说我窝囊，我亲妈都讨厌我。我现在一无所有了，你开心吗？啊。你恨他吗？他比我优秀，带着你他不好过，你也受影响。我跟他说好了，不收他生活费。那个卤煮店啊，我知道你不喜欢，可那是你爸留下来的。要是我以后不在了，至少你能赚口饭钱。但你是不是特别后悔养了我呀？当年你爸说走就走了，但养你这么多年，我发誓，我从来没有一刻这个多少钱啊？自己看。可是你这个比其他超市贵两块。贵别买呗。美女，不来条鱼啊？不走了。哟，就这么过年啊？你不会是来给我拜年的吧？之前是我错了。哎，他还有机会参加比赛吗？他自己都放弃了。哎呀，这个你不用管，他是真的喜欢打台球。公开的资格赛已经结束了，只有拿到直接入场券。直接入场券。联赛规定，每年的前五都能拿到第二年的直接入场券。丰县去年是第三。有一家地产公司一直想买你们家卤煮店，是吧？这家地产公司我接触过，他们是丰县俱乐部的控股。凌晨只要参加内部选拔赛，他就可以赢得这张入场券。老娘刚还完债，休想让我卖卤煮店！
你好好问问你自己，你是真的喜欢打球吗？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你爸年轻时台球打得特别好，结果被人骗去赌球，欠了很多债。上次赌球欠了20万，该还了吧？我现在非常困难，能不能再宽限几天？那个时候，你妈刚好有出国深造的机会，你爸不想连累她，主动和她离了婚，一个人养活你。后来，我们走在了一起，我卖了心爱的摩托车，帮她还债。你爸决定从今以后不再赌球，借钱买下了这家卤煮店，没想到得罪了以前的债主。这小子有钱不还，给我干他！想给你们一个更好的未来，好好的过下去。我会答应你把林纯抚养大，把欠的债都还上，我会把卤煮店好好开下去的，好不好？答应你的事儿，只做到了前两件。全国九球联赛将于下月拉开战幕。排位赛胜出的选手和各俱乐部获胜者即将约战京城，九球天后潘晓婷志在卫冕。这是你第一次进球，记住这感觉。有一天你觉得厌倦的时候，就想想。你要永远记住，这颗白球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你能感受到它的疼痛、反作用。球在空气中滚动的阻力，还有台面对它的摩擦。1001，1002。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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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哎，那个不是一科房产的老总王毅吗？是啊，听说一科是全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比这个俱乐部上腾房产公司厉害多了。可不是吗？凌晨的对手是这家俱乐部老板的儿子，这就是圈子，这是他的地盘，凌晨只能靠自己了。棕球，不错。低杆五号，高杆薄下六号，七号八号自然打进，控制好母球，打九号中带。Thank you.
就这么不干了，你妈同意啊？开台球厅是她的意思，她想让我以后好好打台球。王总，原来是你把卤煮店又送还给了花姐。可是为什么你要帮我们？因为林春他妈是我媳妇，她亲妈蒋军，婚后一直是她帮我打理公司。她之前顾虑太多，总担心我会有想法。这么多年，一直没告诉我，但我都知道。他上次拒绝林纯之后，一直迈不过这个坎儿。他也暗中帮了你们很多。这张卡里的钱，够还所有的债了。不过，你要留点尾款，让花清还。记得保密，剩下的是你的好处费。前两天，他跟我摊牌了。说即使离婚也在所不惜，一定要把林纯认回来。我也跟蒋欣聊过了，等林纯打完比赛就把他接过来，一家人在一起挺好。什么时候搬走啊？不搬了，我喜欢吃你做的卤煮。你手怎么样了？反正酒也戒了，吃点药，没事。赶紧过来帮忙啊！啊，帮忙帮忙帮忙！哎，春天，你回去赶紧把你那个破超市和仓库关了啊！尽快的过来指导我们家凌纯。这样的话，关系就复杂了。你是这儿的老板娘，我是老板，咱们俩又滚！老娘的便宜都敢占！哎哎，过来！哎，我好像从来没跟你说过谢谢吧？谢谢你啊！下午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现场直播的全国九球联赛决赛阶段的比赛。九球天后潘晓婷即将迎来她的第一个对手林纯。这位年轻的选手来自青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赢得了当地俱乐部内部的选拔赛，获得了参加全国九球联赛的资格。令人惊奇的是，他还是一名高中生，在完成学业之余利用课外时间苦练成绩。看看，笑一个。面对卫冕冠军潘晓婷，持外卡参赛的林纯会有怎样的表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天半价，几天四周半价，王牌牛排天天半价，你想披萨天天半价，半价半价半价，哟，必胜客王牌严选天天半价，仅限四周。丢掉过期的眼影，甩掉难过的心情。